我不能就是直接离开，然后好像他们就是四人团一样，我还是要回来做我该做的事情。然后大区的话，我一定也会参与，因为粉丝们很重要，要把它抓住。少年出道不到两年，人气持续攀升，宣布将在3月30日首度攻进北流开唱，23日特别举办记者会。最焦虑的应该是我们队长吧，我们让他讲一下。其实已经蛮紧张的，因为以前没有站过这样的舞台，然后我觉得所有的表演也应该要拍过很多次吧，我觉得要很完美才能拿出来。过年后就等着了，对，可能过年前就已经开始练了。嘉宾哦，就是哇，但是大家要进来看才会知道嘉宾是谁啊。应该就是说，之前我们有一起合作过的舞台，或者是有一些我们一路上来支持我们的艺人朋友们，也都有机会。但3月30号就知道了，那个粉丝们心继续痒痒的。就你可以猜猜看，啊，如果猜对了，我们也不会告诉你。不过，队中忙内旭弘道将前往美国念大学，透露已经申请不少名校，让许多粉丝担忧团体未来走向。申请哪几间学校？因为刚刚说就是也有好奇他的嘛。南加大，然后西北大学、纽约大学，这些都是蛮难进的，但我相信我可以了，可以。会不会又解散的课？因为粉丝都会担心。我觉得不会，因为我会让我自己就是很常跟他们接触，就是只要有寒假、暑假，然后。只要有空档我就回来，然后有些大计划我觉得我要该做到我的责任，我不能就是直接离开，然后好像他们就是四人团一样，我还是要回来做我该做的事情，然后大计划我一定也会参与，因为粉丝们很重要，要把它抓住。我现在最想许的生日愿望就是北流会一切顺利啊，还有身体健康。身体健康部分是什么感冒？哦，对，我前一阵子真的是感冒超久，而且连续2个月吧，基本上都还是会有一直咳嗽的状况。那算是我们团体的那个代言者之一，就是那种其实每次的生病，就是从他先出来病毒担当，就是、他出来然后传给第二个，然后我就直接不见三个礼拜，然后就换我换他，然后我就是超严重，我到现在都还没好。你们会微醺睡觉？不会，微醺睡觉超老，就是然后超老。我妈会一直跟我讲说你要微醺睡觉，我说好，但其实算蛮有用的，就是隔天起来不会一直大咳嗽，或者是晚上不会夜咳。这个我真的70岁的我都没听过。你七十岁的人都没有过，怎么可能啊？我没有听过。